牛肉向来都是用来吃的，香喷喷的别提多诱人了，可到了老外手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这不，今天就打算将一块牛肉放进真空箱中，看看是否能被煮熟。话说这老外为了做实验还真是不惜下血本啊，花重金购买真空箱不说，是个东西就往里边放一坨史莱姆扔进去，转眼就膨胀起来不说，还把整个真空箱给填满了，一瓶可乐放进去，转眼就被抽走了空气，变成一条条泡沫状的东西，看上去别提多神奇了。这时老外立马拿出两大块牛肉，瞧瞧这鲜美的肉质，用来煎牛排吃它不香吗？可老外非得把它往真空箱里丢，将牛肉用绳子固定好就放进了真空箱，按下启动开关后便开始观察着动静，另一边又开始煎牛排吃。一会儿的功夫，锅里的牛排早已熟透了，再看真空箱里的牛排也发生了变化，表面冒出许多的气泡不说，拿出来一看更是惊艳众人，只见牛排真的被烤熟了，而且跟锅里煎的牛排没有任何区别。老外迫不及待切开一看，里面也都熟透了，看上去真是让人口水直流啊，想不到真空箱还能烤牛排呢，谁